一款游戏里面可以玩到七龙珠全部的故事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在《七龙珠异战二》里面，玩家们可以扮演自己，加入迷人的七龙珠世界里面哦。我也要成为超级赛亚人，哈！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宣布，2016年将推出全球一致好评、累计销售量超过380万片的《七龙珠异战》系列最新作，由万代南梦宫娱乐中文化中心开发的《七龙珠异战二》。在《七龙珠异战二》的世界中，玩家要从5个种族中选择打造自己的分身，并化身为时空巡逻，在广阔的城镇肯特都中冒险，并与孙悟空及贝吉达并肩作战，守护七龙珠的历史。本作新增了更多融入七龙珠故事的任务，战斗系统也进化得更加爽快与直觉的操作，让来自全世界的玩家交流，互相切磋对战，或者合作分工打倒敌人。身为时空巡逻的你，会保护还是改写七龙珠的历史呢？快拿起手把，加入《七龙珠异战二》的宇宙中吧！